投石问路，两队将轮流成为攻城队和守城队。攻城队15个沙包，守城队10个沙包。每轮游戏都由攻城队率先投掷，沙包投到的区域会升起支撑杆，随后由守城队进行防守，守城队的沙包投到的区域支撑杆收回。两队投掷完成后，攻城队将利用剩余的支撑杆爬到墙顶，摘下旗帜，最终总用时较短的队伍获胜。获胜组中用时最短的人可以获得一块线索玉佩。明白了，请大家穿上威亚服在里面，让我们玩的时候有个保护。好，护膝跟护肘一定要戴上啊。我的妈呀，天哪，现在大家走路都是外八字，这一会儿功夫再过两年我们都成这样了，我跟你讲。确实有点太紧了。哎呀，为大家科普一下，古装戏里面这叫拳网，拳网是做高难度动作的时候穿的，我们一般都用半网。对，在这个保护的好。对对对，是这更安全，但是这一趴可能得给我们披瘦一点，因为有很多的流言蜚语会到我们的身上来。沙哥才是唯一没有变化的人，甚至很自然，而且你看走路咱也不像他们那样。平常就这么走，适应了是吧，融为了一体。所以两队现在决定你们哪队先是攻城队，那另一队就是守城队。他们攻吧。行我们攻、有没有问过我们队的意见啊？这么轻松的就决定了，就这么随意，就这么随意。你有问过我们的心情吗？今天确实时间紧迫，不需要问。没事，你们就先来吧，反正都要再交替的嘛，一样的。你看导演说了，先来吧。咱们分点战术吧，一人三个。我觉得就是打九啊八呀，九八七都行，七啊都可以，尽量这三个中间那三个吧，好像想打哪儿就能打哪儿似的。哎，但这样很不公平，我们打九，他一打我们的九没了，那根本上不去。所以是这样啊，你可以在九上打十颗球，对，你底下都打满，我把你们打满。来吧，你得粘到上面才算。来吧，先感受一下，先感受一下。OK， 可以，至少没拖吧？试一下九啊！哇，漂亮！来个六是不是好一点？高一点那排的六，七也行是吧？可以。这仨有什么必要吗？需要你们的意见吗 ？OK， 非常好，非常好。加油！可以。我来，这是六，哇，可以，这个算什么？这不算，拖把了就没了，无效。嗯，哇，还是七，哎，这个厉害，可以，哎，多了，哇，哎，这可以，哇，我们要保一下下面的，对，那个六真的得有，六是吧？这太远了吧？劈叉劈那边去了，这太远了吧？劈叉劈那边去了，在上面做平板支撑。劈叉，说不定我那颗六就是制胜球。还一颗我们往哪儿放？我又可以保一个四哥。OK， 来吧，给我们出杆。他们有几个球？10个，那我们肯定上不去啊，肯定是能重复呀，肯定不是我们想象的这个结局。咱们只要把下边这两个打完就完事儿了，这三个啊，来吧，你先来。哎呀，漂亮，收了一个，再把下边这个下面那个去掉。哎，王总。没了，我就说下面得多保一点，不然你都没上去。再来哪个？上面那个。上面有两个，哎，上面两个把中间这个打掉。他把那两个再打了，咱们就上面。那俩能留一个，或许还有希望。哎呀哎呀哎呀！那我试试吧。呆，我去。呆，
我去，我去，这是不是违规了？不能这样。这回哪儿违规了？我们给你打气呢。我这给你加油。撒气，撒气。哎呀，哎呀，哎，哎呀妈呀！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我来一个。那两个中间的呀。把七打掉比较好。哪个？这个七七。这个啊。喂。哇！那行了，行了，行了，行了。太难了，这得怎么荡过去啊？这个没得玩了。你看一个人的身高就到这儿，然后那三格你都摸不到的。跳一下。你试试吧。那我来吧。你注意安全，一定注意安全。哦，我知道了，陈哥。哎，从这儿到那儿不可能，但从这儿到那儿可能。对，我只能从这儿走。对，说不定我那颗六就是制胜球。这可以刮这些，我们可以爬这些。这一看玩过攀岩，啊，对吧？我试试。你可以怼他进去，然后爬这个洞。对吧？好，伯明浩，请准备。哎，哎，哦，哇哇哇哇哇哇哇！哇哇！我去！哇哇哇！你应该能成功。哇！你不愧姓侯啊！你应该能成功。哇！哇，成功了！有时间限制，快快快快！成功了，成功了！哇！范丞丞，范丞丞，范丞，范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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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丞，跟我有何关系？人家姓侯，你的饭你不能白吃。我，他是怎么上的去第一条？跳，用跳的吗？哦，扣那个对吧？范丞丞，范丞丞，这腿已开始软了。你是想上还是不想上？可以吧，来吧，陈哥。陈哥，说实话，我如果没上去还行，但是你啊，没上去，内讧了，开始已经开始内讧了。这人现在给自己打圆场都打成这样了。你这年轻的不往上上，还上忽悠老头往上上，怎么也得留一个帅点的画面。关键我真的我体重太大了。哎呦，哎呦，我的天！哇，撑起来，撑起来，撑起来！啊，撑起来，撑起来，撑起来！啊，这绝对经受过刺客的训练。哇，看着我脚都在使劲儿。加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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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还能上去都是厉害。白鹿，请准备。来吧，白鹿，你肯定可以的。你
哇，他感觉他都不用棍儿哎。这个杆是不是显得有点多余啊？你是在攀岩吗？就用动就可以。慢点，慢点，慢点！你踩住，踩住，那个脚踩住，小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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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站，往起站，脚的脚，另外一个脚的平衡点，站，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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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抠着那洞里能不动吗？哇，又成功了！换脚，对。哎呀，我的衣服都烂了。那个脚，那个脚踩一下，对对对。哇！哎，骑着骑着，漂亮。白鹿都能行，我都已经蓄势待发了，我感觉我肯定也没问题了。哎呀，我两个大拇指快烂了，好痛啊！凯琪姐，你先上吧。我来下一个吧，因为我不想再看了。哎呀，高明，高明，急的粤语都出来了，高明啊！哎呀。想去边度，大佬？走走走走。放心即刻过。我的袜子好黏啊！我的袜子。哇，这袜子好厉害！这袜子哪儿买的？是节目组给我的。哎，搞搞唔掂。好黏哇！哇，太厉害了！上去了，上去了。谁？游戏，这咱们这个奔跑吧的导演。啊，我的头发！哇，好痛，好痛，哥们！哇，刚才那一步是怎么实现的？哦，好轻松。哎，这是腿长呢，他还快呢。哎呀，这个袜子，我跟你说，节目组的袜子不咋地。走，对，哇，你让拿左手撑一下。啊，哇，好。啊，哇，亮亮亮亮亮，范丞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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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没问题。丞丞肯定没问题，人女生都上去了。我可以上，我能上，但是我上就是笑柄。晨晨，你不脱鞋子啊？我不想把我的大拇指废掉。你大拇指进去那个洞真的容易很多哎。我四四的脚，咱俩的大拇指可能不是一个大拇指。等一下，四四的脚，你的大拇指能比这个洞还大？不是，而且我那二拇指都更长一点。我一进去是俩，我插不开呢嘛。那你就更应该用了，你的力道比别人强，两个钩子。哎，来吗？加油！窜一下，窜一下，可以，拽住了就行。
你双手拽一下，双手拽一下。等会儿，等会儿，魏阳老师拉好。魏阳老师已经快把你的衣服扯掉了。魏阳老师现在都坐地上了，都已经。空中悬停，撑一下。哎呦喂！怎么那么丑陋呢？从后面看就跟线掉了个名牌。啊，这雅观吗？啊，不是，衣服里不带雅观。先双手撑上去，然后用脚踩住。对对对对对。然后用脚踩住。你试一下松手，你看你还在不在空中。你整个打开，你享受这一刻。我的，啊，我这刚刚喘口气了。哇塞，啊，有点高。踩上去，踩上去。是，好，等会儿啊，姐。你要不要把那个袖套扔下来？这是缝的。不是，哎呀，这我用的是太困了。哎呀，放手，我够不上气。啊！全程用时4分02秒，恭喜。恭喜什么恭喜？接下来我们双方互换，来吧，咱们来，咱是多少个？工程队依然是15颗球，守城队10颗球，一样。怎么扔呢？我觉得就集中一点，不让他左右。对，行，咱们就按中间三条。你近一点。往下，走开，别近身，别近身啊。好，那球飞出远，对吧？哎呦我，好，可以，漂亮，好球，好准，呀，这好，他全连起来了。我觉得是这样，咱们10个球只打6以下就可以了，就6以下全打掉。OK， 上面不要了。滚！耶！太残忍了吧！这不跟他们差不多吗？我们上面还好走一点。他们把这拳打完，咱们升上去？不知道吗？就只能抠了，一定可以抠了。云瑞，你先开条路 ，OK 了。好轻松，哎呀！可以，我可以，根本不需要扣动，我踩到裙子了，小心啊！哇，这年轻人，我的妈呀，还可以，用时29秒，恭喜，29秒是目前最快的一位，开始了吗？结束了。应该你们所有人加起来的时间是我的时间吧？我来了，使一点劲儿就够了上面那个了。哎，小心！小心！慢点！滚！好。好，张楠。好，抓住了，对。
左边那个棍可以用力。左脚踩，左脚踩棍，左脚踩棍，对对对，加油！右脚右边的棍，右脚踩棍，加油！他只要到了劲儿就很好上。对对对对，好。上面留的太好了。对，上面真的。对，好。哇，你这个浪！给点劲儿，给点劲儿。不行，他们这太好爬了。对，他们的非常好爬。小心，你别给他带下来。哎呦！哎呦！这是球。哇！加油！加油！哇！你怎么还能踩球呢，哥？球真的可以踩！哇，沙哥！哇！哇！哇！沙哥好厉害！哎呀！真真夺秒！耶！夏天啊，效果不行。什么玩意儿？效果不行。沙哥用时40秒，我用时4分钟。以后管我叫范爹得了。我这好高啊！哇，好痛，这么痛！哎，好痛！加油加油！不行不行，你还是脚还是得在那洞里。哇！啊！给你扣一下，他都把这手拿起来了。啊！啊！啊！深深发出了平时唱歌音域以外的音，脚疼，大脚趾头疼。哦，厉害厉害厉害！厉害！哎呀，好痛！程程啊，这一趴剪完呢，你自己，我跟你讲，你看不看这期节目？我当然看，就这一趴游戏，我自己一个人站了5分钟，我能不看吗？看凯哥那个充满压力的背影，他要创造的是奇迹。凯哥在想最帅气的方式，他现在在想他能怎么一脚蹬上去。凯哥，对呀，啊，凌波微步，喂，漂亮漂亮。袖子，袖子，袖子夹上了，袖子，袖子夹上了，袖子，袖子。想象当中的自己和实际上的自己是不一样的。袖子，袖子跟袖子，袖子，你撑一下右手，把袖子拿出来。好好好，好好好。哎，凯哥到刚才为止真的非常的帅气。哎，又是个勾住。哎，又是个公主。谁设计的衣服啊？第一组工程队用时9分29秒，第二组用时4分22。